将军若是惦记着莫喜娘子，为何不将她一起带走？她想当本将军的夫人，那还不够格？若是我离开荆州城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？为何呀？我在你面前不敢耍赖，不敢骗你，不敢大声骂你，这样的日子过得也太无聊了。知道我为什么要吓唬你吗？你手握大权，吓唬一个弱女子，还需要理由吗？你可不是什么弱女子，你是心思细腻的小狐狸。我缺个侍女，这府上的女人都板着一张脸，没意思。那我连小妾都不如啊！怎么不想当侍女，就想嫁给本将军？有眼光。说，谁欺负你了？没人欺负我。他没占你便宜吧？只要我不愿意，他一根手指头都碰不到我。